哎呀，这么大雨啊！妹妹，妈，这个雨伞吗？不见，怎么不见啊？我也要用啊！我要去赶集，没有雨伞。没有雨伞？没有去上街买啊！这个雨伞都不见啊！有这种人？哎呀，我要用啊！不要在这里挡我啊！要有什么事不要告诉我啊！我也不帮你了哦。不帮就不帮嘛！像你长那么大了以后。男大当官，女大当嫁，要我帮你介绍的吗？我长得那么漂亮，还要你介绍啊！真的是说这种话。哎呀，我不帮你介绍，你没有找到那么优秀的男人，跟你说。优秀，大把男人了都排到那个国外去了，追我的，真的是。有那么拽，就雨伞都不借，这种人都有。哎呀，走开，走开，是挡。你先说，挡我看风景啊。你干嘛呀？这都摸摸，他打电话来，这都摸摸啊！男朋友打电话来。哦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在门口，有一个那破烂佬叫我借伞，但是他老是对我眼神色眯眯的看我。那个破烂佬竟然在我们村收破烂那个男的。对呀，所以我进来问你，要不要借给他？哦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，我害怕。好的，你跟我一起去借，叫他。姐啊，出来啦！过来，看，看就是这个破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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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啊，我还没借款，你怕什么？就是你没结婚呐，还收破烂。我几百块钱一天的，我跟你说。几百块？哎，几百块？哎，哎呦，你姐真的是漂亮。那你还要不要借雨伞？哎呀，有没有咯？有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啦！那里。 妈妈，我带来在那里。那么大的雨，没有去扫怎么行？那里，快点啦！那里，王妹，我带来在那里。那么大的雨，没有去扫怎么行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时间还呀。我明天我要过来啦。明天呐？对呀。我怎么知道真的还是假的？肯定啦，我前天我都跟着你过的，那条路我不走，你知道吗？说不定人家你拿了伞就跑了，就不还了。 那我可以留押金还不行啊？押金啊？对呀。要不你就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哎呀，加个微信好不好呢？叫你姐加个微信。可以呀，但是你在也可以。加吧加吧。但是哦，我先说哦。怎么了？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加一个微信要500块押金。哎呀，贵了点吧？不贵呀，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还怕那个500块呀？对呀。 哎，5000，500，来吧来吧。你说？哎呀，大波金！哎呀，我喜欢。哎，你那也加上吧。那这样子就1000哦。哎呦，小金瓜。哎呀，这个名字好听。这个伞的押金也要500块。哎呀，那1500啊。对啊。哎呀，反正没问题吧？以后我们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怕什么是吧？ 哎呀，可以到1600吧，你们啊，1600哦。那我们分咯。哎呀，你这个口水，哎呦，太多了。要不要怎么数钱？多一点嘛，你一。
张。喂，女孩，你们做什么？哦，走吧。哦，这个破烂佬说想借个伞。哎呀，借伞就借伞呢、啊啊哎？什么？你借个伞？借个伞？借别人借别人钱干嘛？没借他钱呢。那哪里来那么多钱？我自己给的。他自己给。我是用的。哎呀，是用的。是啊。你啥意思？没有啥意思，你女儿那么漂亮。漂亮也没关你事，我还没结婚，没结就没结。看见你那个样子讨厌。哎呀，钱买回去，干嘛还给他？收破烂也不容易，你看那个样也难看。到时候你拿了钱，他天天来这里，你怎么办呢？也是哦，炸谁都是炸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炸了不炸了，我炸了那个半会以上那种。哎呀，没有文化的，不要了，不要不要。快点看。看起来比我老爸还老呢。要嘛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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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走不走？那他借那个伞，他等一下不还怎么办？那不送干嘛？哎呀，我走，我走。你要伞就拿伞回去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我走。是的，下雨我就走了。微信啊，要不删掉？删掉吧，这个三叔公都公了，位置都公了，比我老爸还老，我老爸还帅一点。女孩，我告诉你们。一般人不要乱加微信，哎呀，这又不懂了，你加微信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记住啊，他就是含沙，我们想要他坑他一点钱，哎、不用坑他们的，你坑钱也不好，也是哦、你不能这样，坑钱是不对的。到以后他路过，整天来这里，整天在这里徘徊，也害怕、哎、人家杀死不了，就我不在家杀死你们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！记住了，以后啊，以前老爸不讲你，现在你就讲，你一定记住。知道了，回去了，回去吧，老妹啊，以后在家的话，我们要锁门才行哦。知道了，要不然他进来怎么办？回去，以后不能坑人。老爸回来吧，知道了。好好，回来吃饭吧。哎呀，不怪我女儿，怪叫我生女儿太漂亮啊！如果不漂亮啊，没人跟着你过，真气，真的。